冤冤相报何时了，是吧？没有必要去弄成这个样子吧？好好相处是很困难吗？是吧？没有必要去弄成这个样子吗？好嘞，有点难啊，38/80，刚刚忘记按录影了，有点难。我们这边抽完就到45左右了，离保底也越来越近了，到最后不行，我们就棒球棍给它招出来了。有没有？没。暗黑盗贼团员还是没。这卡池真的是最近，哎，这个，可是我有水龙啊 ，SSR 的水龙啊。问题我不是啊，我许愿又不是许水龙，你这是在干什么了？哦，46了啦，还是过半而已啊，还有34才保底嘛。我要棒球棍，那你每次都是这样子。不是，这好运真的很扯，这个好运真的很扯，还抽卡，对吧？你不要，你还真的是可以隔空听到我说话、啊，你这对吧？打成这个样子，啊，看来这是一个好战之人啊，可能不好搞哦。他带着原子武士是吧？还要再提高，还在抽卡。好吧，您继续抽。你还抽一个疾风温德，哇哇哇哇！我没有办法玩了，我好像是没有办法，我被追杀了。他在给我搞一个晕眩呢，我怎么搞啊？哎呀喂呀！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我才刚起床我就要扫码，真有的时候是吧？不用做到刚起床就这样子去扫码，刚起床就要弄这个大棒球棍，我又搞卓越剑，是吧？爸爸家里开银行是不是啊？46/80，我开银行啊，我又没有开银行，我开银行还没所谓嘞。哎呀，随便啊，你要给什么？等，别乱来啊！你这刚刚那个是没东西啊，你不要一直在乱啊哦。他真的是不给我们条路啊，你要给一条路嘛。对吧？这个一里路有80公里，然后我们本来走到36公里了，然后想喝口水，你不给人家喝，然后现在要到46了，还是不给人家喝，这不可以去这样子吗？刚刚那个有没有消耗掉啊？好像太晚按灯出了。我的天！我是青铜组冠军啊，啊怎么？怎么连公告也不给了？断掉就不给公告了？我觉得我这身世怎么开始有点觉得不是啊？那我这样很烦啊，很烦啊！哦，一起床又没有56/80又没有，要这样子去弄。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，因为我讲真的，我真的很少去买这个，因为我们的老式武器台服都已经是有了嘛，对吧？就很少再去买。57/80，有的时候刚好看到礼包才会买嘛。现在我也搞不太清楚什么划算，什么不划算。57/80，锤子也一直不给钻石，这一格里面没钻石，现在改了，你不给就别给，都别给啊。哇，真不给，还给最烂的，打架也打不赢。好了，没关系的，不要啰嗦了啦，就走了啦。你这个要这样子搞哈，我现在攻击力给大家秀出来看，我等一下弄到20万再回来。好 ，OK，Let's go。好嘞，我到20万攻击，然后这里又到了4颗星，是吧？我先到4颗星嘛，然后这里啊，这里先留着一下，这个潜能激发，先激发了。205000，真的那么讨人厌啊？这真的是那么难吗？206000，然后这个身心卡6张嘛，心愿提升，爆三，6张，我们现在有3张，好了，就这样的一个数值，走，
那好运这么厉害的吗？我觉得我可能被打下来了，是不是？他这么好战，哎，他没有打我耶。哎呦，是我好战了，不好意思，我误会你了。我们虽然在第一名啊，但是还是要跟他打一下，看怎么回事。哇，这个原子武士开局就斩人，还真是有点讨厌。可是路虎现在并没有人在用原子武士啊，大神都没有要用温德啊。那你这个新手账号真的是不好打。620万，今天温德先保住了，这才是我们所期许要看到的。有没有看到？稍微保住你两斩了，有点机会了。现在就差专属武器。还有刚刚的晕眩没有晕好，又来了第三斩。哎呦，进步了，进步了，很好。我们已经快打赢了，搬到上面去吧。然后其他角色目前是没有办法，我们等下加一点免伤或者是别的了。哦，先这样子，先看一下，先看一下。等下他没打我们，我们先去把鹰组也可以，这不打了，好不好？这不要打了。我现在还是要打，还是又想打了。我们应该要打，不能够害怕，这害怕啥？是吧？哇，这个第一下要等第二下，他为什么一直斩？昨天观众有留言，你问我，我怎么知道？我是正想问你嘞，对不对？你问我，我怎么知道？我就是不知道他怎么一直斩啊，他自己解晕还要继续斩，漂亮漂亮，铁砂掌，给他伺候啊，漂亮啊，改造杰诺斯。改造杰诺斯伤害再提起来就好了，50块倒了，哇，这个人大胸眼都有点痛啊！走，把改造杰诺斯弄强，我们要赢了。好运，天底下没有人可以天天好运，就今天你不准好运。我来看一下，改造杰诺斯，这个简单啊，这个问题不大。先把这给他吃掉，我们也没有多的材料了，你也只能到这样子。这一颗，然后装备上去出发。哦，你这装备太好吧，也太好吧！狂战者的装备怎么会弄成这样子？这谁在穿啊？崩普是吧？好，没有关系，差一个这个嘞。原子武士，原子武士，不要再弄这些东西啊！崩普，好了。改造杰诺斯，然后黑光啊，我们现在这个好像不够，那好像不够，先这样走。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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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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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，这不够了，这个要上来啊。这家伙不是开玩笑，哇，怎么会有 S 级攻击的卡那么炫啊？哇，这次家伙真的是不是开玩笑。我们这个海亚威是演示这个完整的一套，不是给你三两下就打圈圈超人看着就跑了，怎么可能？还没带深海王嘞，我是前面卡片没抽到棒球棍，不然等一下就海亚威了，一直没抽到，我怎么知道？我哪有那么多卓越军啊？好嘞，这次也漂亮。哇，你第一下你就是不会去针对原子武士，然后你要整两下，两下就有点难了。还好这次也闪掉了，有了，先给你晕起来呀、啊！你能晕就先晕啊，不去能开就先开。不过这一次运气不好，原子武士的血量还有，崩坏掉了一下，改造杰诺斯多了一点点啊！但是，哇哇哇哇，这大熊眼怎么也那么强啊？哇，这个真的是见鬼啦！哇，不是他原子武士有的时候要有点运气啊，这个趴树闪避没有掉啊，我们直接跳过来看赢的那场就好了，不然这样影片太长，都在打他没意思看，看久人家也无聊了，还是输。怎么战力是不是变高了？还是错觉？我、哦、没有变高，我已经被打到有点神志不清，不好意思，我就是没有好运啊。哇，妖怪，这是真的是原子武士，真讨厌。你如果是这样子哈，我讲真的，我们诸神也不用了，我再给你打一个反手流了，没有办法了。
再打再打，打破场都得打赢。怎么会这样子？你就继续攒，继续攒，继续攒，就继续个攒。哦，这次漂亮，第一下先出来了，第二下也出来了。是啊，是应该要这样子，崩坏四肢，然后满血嘛，维持满血。你武士不要再动了，你一直在偷动，我发现你都喜欢偷动哦。你就内伤什么都，对啊，这武士都没有办法晕呢。该到杰诺斯，不是啊，大炯眼怎么也可以痛成这个样子，而且好像闪不掉大炯眼啊。攻击力当初是说要提到24万嘛，现在其实才20万，离目标值还是有点落差。六，这个真的是很难去有一个改善的空间。55，20万6，好，狂人等一下回来，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啊，我弄到22万3了。离我的目标值23、24万能够铲平他的，这差一点点，不过有一点点概率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也不见得了，今天先打再说，不行我就明天了，不然这个片长太长了，我怕你们也看不下去嘛。我只是觉得他之前那个晕眩又在攒得很奇怪。好，先来看一下哦，这次有效的闪避，完全是满血。 OK， 这一下晕眩也有了，大炯眼也给他晕起来了，漂亮啊！大炯眼给我爆炸，爆炸！这大眼怪讨厌啊！这大眼怪比原子武士，哎呦，直接爆了！难道再上一个内伤？原子武士又来了，给我闪，没有闪掉，前面第一下没闪掉，后面闪掉了。改造杰诺斯，杰诺斯也练了，变成87万，给我喷掉了。哇，怎么这次甲虫没有晕了，还可以动了是吧？还有蝴蝶迪叉，还好我们这一波改造杰诺斯伟大的牺牲。我的天，还来！哇哇哇哇哇哇！这还是有点撑，这是原子武士，原子武士终于倒了。还有反伤，闪避，本场战斗青铜组冠军获胜，我们又再次取得宝贵的胜利了。这个对手实在是让我们把这把剑提早先磨了，磨了之后不够，我要站在这边等他，我心里一定要等他。我要等他上来，这样子看起来他明天也不一定会打我们了，不过没关系啊，今天就霸占这个地方，然后明天呢，好看他有没有打我们，看我们有没有办法下来，没有的话我们就晋级了，就到白银组了。我们终于是打赢了是吧？这个不是三两下的功夫了，这个话我讲不出来，这是打下去真的是有点不得了了，这他剩下一口气也打不了啊。这个装备看什么？哎呦，名字还蛮好听的，十里顾清欢，游戏改成戏游，不给马铃薯小鬼。这个路虎的名字怎么取的跟台服都不大一样。超电磁炮，难寻不难，这个名字还蛮好听的。雨神，我就喜欢什么海狮，只有一个是电脑的名字，正义英雄瓦伦，